I'm bringing, let's go.上防晒我真的觉得很好用，哎，主要它是纯物理的防晒，像我这种过敏期间嘛，不想涂粉底液出去，我就涂个这个防晒，它还带一个修正肤色的一个效果，不油又不粘的，它涂全身也可以，因为它有那种大管的嘛，它这个用量用脸的话不知道用到天荒地老了，所以我觉得它是值这个价格。上点 TF 这个润唇膏，现在不是这里过敏了吗，结痂了，但是有点红，那 Hand Skin 这个专门遮红的，挤一点点，然后呢滴一点油，好润哦，你看脸上上了油一点粉感都没有，完全就混在一起了，一上了油之后就刷子连刷痕都没有，毫无妆感，真的。然后再拿我最爱的苏苦，你看呀，先润是润的嘞，我有这个额头是亮是亮的嘞，用刷子都不会有刷痕，哦，这招太好使了，对于我这种干皮，你们回家试试。接着再上遮瑕膏，我在遮瑕膏里也滴了好多油，哇，好润啊，哎呀，哇，这个遮瑕膏加了点油，实在是手指都晕开了，你看我这张脸好泡哦，太喜欢了，先刷一下，然后再拿 Kiss Me 的染眉膏，我又在小圆堆学到一套睫毛膏什么的，都是把多余的粉全部擦掉，就用刷子上里面的一点，然后这样刷就不容易结块，刷子里面的完全够用了，然后再拿最浅的眉笔07色号，像眉毛的前面，像我们这种毛现在比较少的啊，我现在已经代表毛少人群了，要死了，就是前面你可以画一根一根一根这样子的，到了眼角上面这块你可以开始加深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切过来，切面越多它会越深一点，然后眉弓线可以不要那么整齐，拉两根线下来，然后我的染眉膏不够浅，再换一支，接着还是拿开发框的这个修容盘，这个盘好好用哦，最深的地方还是在这一块眼头前面这一块，我每次画完中间这刀就感觉自己很像悟空，这是为什么，真的好悟空哦，可是不画我的人中又过长，打在这儿吧，鼻子下面这一段就差金箍棒了，都是用眯点色号，颧骨也要稍微凸出来，因为毕竟圆形是驯养，先拿米拉米的这格做打底，打底呢就是为了后续的颜色上上去更纯一点，接着还是用这个很漂亮的金色，这个金很好看，深浅都很美，但我觉得其实它浅了更日常一点，拿这个金色从后向前大面积的晕染这个眼窝，差不多晕成这样就好了，接着呢这个颜色，这种颜色看到吗，也好好看哦，蘸一点，然后就眼后面这个压深它，这样一坨上去，我让它睁眼的时候这里有一块，最好要画到眉骨这边，这样你睁眼的时候这里有一坨，然后再拿前面的那把刷子把边界稍微晕染的和谐一点，跟金色融一融，淡淡的一坨，看到吗，耶、yeah ！接着呢拿这个玫瑰金的颜色，这几个颜色真的很百搭，好好看，漂亮的玫瑰金色去铺满整个下眼影，这种亮亮的，接着用第二排第一个颜色珠光的那种红棕色，看到吗，这颜色也很好看，去压一下后眼尾这个地方，要这样晕染开，从里向外这样扫开，然后这个眼缝里面眼尾缝要扫到，因为上下两个颜色是撞得很好看的那种，今年就很流行色块的堆积，所以不要太实，然后再用眼线刷去用同样的颜色勾勒一条下眼线，跟这副美妆一样的照，
两边都画好了，我给你看啊，这长了个针眼，你看到吗？这里，哎，今天画完我得休息一下，我怕它爆出来，爆出来我跟你们讲，哥又要消失一段时间了，太可怕了。接着呢，拿 Hidden 的这一盘那个摩登时代里面，这个绿很好看，但不知道配在哪个妆面里。今年不是很流行绿，跟这个眼妆这个绿特别搭，多洋气的绿啊，反正就是很好看。然后拿这个绿铺满双眼皮的褶皱，这是我突发奇想出来的啊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就整个卡在双眼皮褶皱这块地方，你怕它这种颜色上了过深不好看的话，刷子的一面蘸这个先把它上上去，之后呢反一面就干净那面去把它晕一下，接着再用第二个带珠光的绿，这种，这个有点橄榄绿，这个就深绿，然后加在眼头这个地方。这支上完这种颜色会比这支层次感多一点，然后又因为比较有神深邃一点。接着呢拿这里面的两个提亮珠光色亮炸你，我跟你说，这两个颜色橘一点的，哇，这个真的是跟你讲亮到爆炸嘞！然后两个颜色呛一呛，就是有点带橘的珠光，先蘸白色珠光，再蘸这个橘色的，偏那种蜜桃色一点，上面连一点上，然后再拿第一个打底的金色，这个地方颜色再扫过来点。眼妆画腻了，现在我想先画腮红。Urban Decay 上次送的这个《权力的游戏》合作款，它是个腮红液，这颜色好漂亮啊！我感觉自己像在实验室一样，特别好晕染。你看上去很深，对吧？出来颜色啊，抹开就很淡，清透的那种，红红的，好适合我今天这种没有压散粉的妆面。没事，差不多在这块苹果肌的位置，拍拍拍拍拍拍，是不是很淡？我就喜欢这种，现在就有种运动晒伤的感觉，因为它是。这样片下来的 baby 也是这种腮红，好可爱啊，屁桃君，秒变你们大嫂。好，现在来画眼线。性感不？夹睫毛，睫毛夹的时候最好眼睛向下看，然后再把睫毛夹90度这样翻上去。这次我要个圆弧形向上的，所以分三段这样夹，好凶哦感觉。就像这个打底的睫毛膏一样，还是把表面的全部擦掉。它这个打底的里面有纤维的，但是又很自然，而且防脱防晕就很好。接着再拿 Kiss Me 的浓密款，斜块的都擦光，干干净净的刷子去用。趁它还没干的时候，你可以拿那种小镊子一簇一簇把它捏起来，好浓密啊！给你们看一波眼妆特写啊！然后我再点颗痣吧，眼线笔用的是这支，本来呢不是很想点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点了比较美丽、性感一点。白上唇膏，唇膏呢用 PF 这支番茄红，这个好像也是新色，你们问我小南瓜色哪里买，它那个是新色啊，店里会上的。这次拿到了全部的色号，这个红也很好看，红里带一点橘，没洗跟那个绿色呼应都会很好，你看那个，哦，好美哦。最后是这个番茄红，这颜色也会上。我觉得泫雅这种唇型特别适合我这种人中比较长的妹子。나를 위한 슬로건 다 비슷한 생각들 말고 나를 위한